度的，没有，它是高腰的哦。看看，而且它是下摆地方是做有点微喇叭。我是觉得这个啊，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款式，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的夸张那种。然后它完全没有分尺码哦，因为它是整个做一个宽版的松紧带，所以它这个是 S、M、L 都可以驾驭的。它是做一个花豹的设计，非常好看，而且你可以搭个背心。或者是像我这种合身的，然后又可以遮住自己的小腹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有双口袋的，然后啊，它就是点料的哦，所以它是比较特别的一种，就是有点休闲又不会太过休闲的裤子，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，很舒服。那我自己是带了两个，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，而且因为就是它的长度又是搭一个平底鞋就 OK， 就是也不会过长，不需要考虑说要不要搭什么高的鞋子这样子，就平常这样比较休闲风的搭配都可以哦。好，我现在换的是黑色给大家看喽。黑色，其实我觉得它的版型啊，穿起来真的是黑色跟灰色是显瘦度是一样的。然后它这个啊，我是搭了一个比较宽松的 T 恤让大家看，但它是非常好。扎的，就是其实扎进去也会觉得鼓鼓的哦，因为它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臀围的设计，大腿的地方空间都是做比较宽松的，所以穿起来就是瘦度是真的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很大很大的好瘦哦，怎么样？然后做一个小喇叭的感觉，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方便，穿上它又跟牛仔裤就是另外一种的味道，然后穿起来又非常的舒服。它的料质不会太厚哦，然后是完全不会透的，甚至不太会看得到内裤的痕迹。